你这素菜毕业了啊，下回你做肉吧。太好。师爷，我今天来个素菜啊。哎呀，你今天呢，这是传承啊，你是。一贯做素菜，素菜啊！哎呀，今天这个是炫技的一个素菜啊！师爷，你得看好了啊！啊，走！哎呀，切后面。OK， 这个基底料我是正当时啊。这个创新菜是在传承的基础上，师爷啊。对呀、啊，应了那句话啊，师爷，创新不忘本，传承不守旧。没毛病，重新来一刀，块儿太大啊！块儿太大，搁这里洗。OK， 打碎，打碎。哎呀，这就不用让你割刀剁了、哎，你就省劲了。这老头儿这家、过去那都是动刀啊，加奶。哎呀，对，我加奶来了。对呀，加奶，纯牛奶。哎，纯牛奶。多一些，都到里，都到里，都到里，都来啊，都来，都来也不多啊。开始给他打上，打。好嘞，看这师爷，你好，够细腻啊。哎呀，打的够细腻了，这家，我看看，可以啊，打的那么细腻。我这不是细了啊，师爷，我这是油腻了啊。来一勺盐，师爷。来勺盐，加点地口。哎呀，这来个蛋清啊。嗯，这蛋清不能一次性倒啊。对，这些是四个蛋清。哎、四个蛋清。哦，我的另一种吃法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年轻人呢、啊，胆儿挺大，敢于创新。胆儿肥了。我可没说你肥啊，我说你胆儿大。泡的玉米淀粉。哎，好。一定要泡湿了，对啊，完了再搅里头啊，都来这个，都来都来，搅拌均匀啊，搅拌均匀就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哎呀，以前还整点稍微搁点肉做素，你今天可是来个清口的，啥也没有啊，有点淡，有点淡，鸡蛋清啊，对对，行啊。你说擅长做，我也尝一尝，搅拌均匀就 OK 了。搅拌均匀，冒点小泡了，这样小油温低一点啊、哎。这油温很重要啊。对的。哎，浮起来了啊。三哥，咱给它翻一下。哎，这多好，这大片啊！大家看这大片啊。哎，好，带劲。好嘞，烫一下，烫一下，去去油。我跟你说呀，现在这个用的这个火啊，可跟想当年是不一样了。我想当年我是干啥的？这北方大厦呢是烧煤。对呀、啊，煤火啊，早上去啊，青炉啊，整的那个脸呢，就是像小猫似的那样的。哎，这是一个阶段。后来烧行煤稍微强一点了，不用青炉了。对。后来呢，我们又烧了一种叫柴油，用柴油灶。啊，去做这个菜，但是柴油灶啊，一个是翻勺的时候进去味道，再一个呢，火候很难掌握，它那横窜火的、嗯。现在我们用的这火呢是液化气的，想要多大有多大。对，哎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做厨师的呢，这个用的这个原料不一样啊。现在呢，我们也是幸福的生活了，生活了。你这素菜毕业了啊。下回你做肉吧，我不愿意吃素啊，我就愿意吃肉啊。给师爷都给饿瘦了这一段。哎，空锅，葱姜水，葱姜水，辣椒，一勺盐，一勺糖。这个菜就是素菜。对呀，搁咱给枸杞。枸杞，水淀粉，五点切吧。哎，大伙儿。玻璃签啊，一点点来啊。对，小玻璃签，不着急，点一点点行了。来点煤油，来点煤油了。提亮，下进去。哎呀，这小菜，好嘞，入味了啊，入味了。来个翻勺，先动一动啊。哎，哎，哎，出锅了啊，出锅了。哎呀，这家。哎呀，
漂亮啊，孩子好，花容月影，对，完事完事，芙蓉藕片。口感咋样，师爷？滑嫩香，挺鲜是吧？嗯嗯，这个其实跟您之前教给我的那个浮游豆腐啊、浮游鸡片同理做法啊，但是它这个食材有变化，用藕。对呀、这个藕啊，它就是不像其他的食材，它这个藕啊韧性很，没有什么韧性，没有韧性是吧？所以说能做到这种水平，我是做的，还是我给你打分，能打95分。95分？哎，回头师爷，我这下次必须得给你做点肉。就是老让你吃素，我心里过不去啊。关注老引进，每日烟火气。